刘教练，你踩水能负重多少啊？还没试过啊，还挺想试一下的。啊，来来来来，我都给你准备好了，来来来。你还是可以啊，2.5公斤，可以试一下。洒洒水嘛，哈哈，不着急，我这还有。哇，5公斤还是有点难。你这个不得行。我不得行，但我有朋友得行。我的一个朋友啊，水球运动员，让他来试一下。来，罗教，我们先试一下5公斤挑战。哇，非常轻松嘛！再加5公斤可不可以？没问题，小意思。哦，这么厉害！1、2、3，哇，牛，厉害！可不可以再加5公斤？必须的。哇，冠军！太厉害了吧！现在是10斤哦，啊，10公斤，来，我的天，牛，太重了，太重了，负重踩水可以很好的提高我们的踩水能力，东山